Standard Chinese, a modular approach. Biographic Information Module, Unit 8, Production Tape 2. 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1,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. Exercise 1. Number 1. 宋先生在哪里工作? 他在美国银行工作。 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了？他在那里工作了四年了。他是在哪个大学念的书？他是在加州大学念的书。他在那里念书，念了几年？ 他念了六年。他在大学念什么？他在大学念经济学。他念经济学念了几年？他念了四年。他会说英文吗？ 他会说英文。他是在哪里学的英文？他在加州大学学的英文。他在那里学英文，学了几年？他学了两年。Number two. 王先生在哪里工作? 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。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了?他在那里工作了八个月了。他是在哪个大学念的书? 他是在德州大学念的书。他在那里念书念了几年？他念了四年。他在大学念什么？他在大学念政治学。 他念政治学念了多久?他在那里学了多久?他在那里学了一年。他现在还学吗?不,他现在不学了。Number three. 魏少校是陆军军官吗?不,他是空军军官。他在哪里工作?他在武官处工作。他在那里工作了多久了?他在那里工作了九个月了。 他是在哪个大学念的书?他在纽约大学念的书。他在那里念书念了几年?他念了四年。
他在大学念什么？他在大学念历史。他念历史念了多久？他念了两年。他会说中国话吗？他会说中国话。他是在美国学的中国话吗？不，他不是在美国学的中国话。他是在哪里学的？他是在这里学的。他现在不学了吗？他现在不学了。他学中国话学了多久？他学了六个月。Number four. 李小姐现在做什么？他是学生。他在哪个大学念书？他在台湾大学念书。他在台湾大学念书，念了多久了？他念了两年了。他现在念什么呢？他现在念文学。他念文学念了多久了？他念了两年了。他会说英文吗？他会说英文。他是在哪里学的英文？他是在台湾学的英文。他现在不学了吗？不，他现在还学英文。他学英文学了多久了？他学了六年了。This is the end of exercise 1. Before going on to exercise 2, read the instructions. Exercise 2. 周明礼先生。他来。胡丽蓉小姐呢？她不来。林世民先生呢？他不来了。史德贤先生呢？他不来。魏婉如太太呢？他不来了。方永平小姐呢？他来。蒋秀凤小姐呢？她不来了。赵子强先生呢？他不来。黄志远先生呢？他来。陈国权先生呢？他不来了。马巧云太太呢？他不来了。This is the end of exercise 2. 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3,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.Exercise 3. Number 1. 周美玲上个星期一有课吗？她上个星期一有课。她来了没有？
他来了。他上个星期二有课吗？他上个星期二没有课。哦，他没有课。他这个星期一有课吗？他这个星期一有课。他来了吗？他没来，他病了。这个星期二呢？也没来。他现在好了吗？他还没好。他病了多久了？他病了三天了。Number two。林世民今天有课吗？他今天有课。他今天来吗？他来。明天呢？他明天也有课。他下个星期一呢？他下个星期一不来，他没有课。他这个星期每天都有课吗？不，他星期三没有课。他星期一、星期二都来了吗？他星期一、星期二都来了。他上个星期一有课吗？他有课。他来了吗？他没来，他病了。他病了几天？他病了两天。他上个星期三来了没有？他上个星期三来了，他好了。Number three。孙秀凤昨天在吗？他昨天在。前天呢？他前天不在。他前天没有课吗？他前天没有课。他今天来吗？他今天不来，他没有课。他上个星期二来了吗？他上个星期二没来。他没有课吗？有课，他病了。他病了多久？他病了四天。他现在好了吗？他现在好了，他昨天来了。Number four。刘自强昨天来了吗？他昨天没来。他没有课吗？有课，他病了。他今天好了吗？他今天还没好。他明天来吗？他明天不来，他没有课。他上个星期一来了吗？他上个星期一没来，他没有课。上个星期二呢？
他上个星期二来了。他下个星期有课吗？他下个星期有课。他哪一天有课？他下星期一有课。This is the end of exercise 3. Before beginning exercise 4, read the instructions in your workbook. Exercise 4. Number 1.王大年去年住在德州吗？他去年没住在德州。他去年住在哪里？他去年住在加州。他现在还住在加州吗？不。他现在不住在加州了。他现在住在哪儿？他现在住在台北。他明年还住在台北吗？他明年就走了。他明年住在哪儿？他明年住在香港。Number two. 王大年去年念书了吗？他念书了。他今年还念书吗？他今年还念书。他还念经济学吗？不，他不念经济学了。他现在念什么呢？他现在念中文呢。他明年还念中文吗？不，他明年不念中文了。他明年念什么？他明年不念书了。Number three.王大年去年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吗？不在国务院工作。他现在在哪里工作？他现在在美国银行工作。他明年还在美国银行工作吗？他明年就不在美国银行工作了。他明年在哪里工作？他明年在美国国务院工作。This is the end of the tape. End of Biographic Information Module Unit 8, Production Tape 2. Module Unit 8, Production Tape 2. Module Unit 8, Production Tape 2.